小型狗洗澡临时起泡，仔细洗揉搓进行第一次清洁，冲干净再搓泡，还要进行第二次清洁。抱到台子，打开吹风机，电源全程手吹，还要边吹边梳毛。光是小型犬洗澡就要花上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左右，更别说大型犬要动用到两个人，两个小时起跳。毛多的品种更要花上六个小时，却有饲主被店家指控洗狗没付钱。7月21号下午5点多，监视器拍到一名男子带着毛小孩上门，说狗狗要洗澡。店家当下报完价1200块，但营业时间到了超过半个小时，男子才来接狗。要付钱的时候，他还询问可以刷卡吗？但店家只能付现货当下汇款。男子却说身上没带钱，因为不是陌生脸孔，加上快要打烊了，店家答应让他回家再汇款。结果等到现在已经快要半个月了，男子的电话不通，人间蒸发。打电话就是。前面有接，后面就都不接了。我们也是有付出时间的嘛，然后我们也有成本的考量这样子。店家补充，因为男子饲养的是罗威纳犬，是5、6个月大的幼犬，但体重也有25公斤左右。当天洗澡就动用了2名店员，洗花了一个半小时，结果被客人洗了霸王狗，报警之后被说是消费纠纷。然后后来他就反问我说：“那1200对你来讲就是很多吗？”对我们店家来讲，这个是算是一笔也是蛮大的金额，所以当下我是有点错。店家决定剖网。希望饲主如果有在社团看到文章，可以主动联络，别让店家对毛小孩的付出真心换绝情。TVBS 新闻苏太颖、罗维新台中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